欢迎收看《周周 news》，今天是七月十四号。今天啊，英国宣布正式全面禁止华为了。那么，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奥登说呢，英国已经决定停止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英国政府将从2020年底，也就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起，停止购买新的华为设备。英国 5G 网络中现有的华为设备，要在2027年之前被拆除。华为方面呢，目前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但还没有回应。 华为的英国发言人爱德华布鲁斯登说呢，说这个消息很令人失望啊，对英国所有的手机用户是个坏消息，这可能让英国落入数字发展的慢车道，增加消费者开支，加深数字鸿沟，并且敦促英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其实，英国政府。 呃，考虑华为，甚至是容忍、观望啊，等了足足半年，但是最终呢，由希望到失望，现在到绝望，终于全面禁止使用华为。这个决定要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华为的英国董事长，呃，英国分公司董事长呢，就宣布提前辞职了。其实说英国等待华为，不如说在等待中共啊，在今年一月份。 在美国已经是几次三番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在十二月份就取消了他的那个延临时延长许可，并且再三要引渡孟晚舟。呃，因为这个香港的局势再三施压的情况下呢，英国政府还是宣布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英国的五 G 网络建设。当时英国政府表示呢，华为将被许可建立英国五 G 网络的非关键部分。啊，我们也说过。 涉及到用户资料的核心部分，呃，不允许；但是，一些外围的，像路由器啊这些，不具备什么啊、呃、重大泄密可能的啊这些外围的基础硬件，它还是可以呃让它进入的。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是中国公司呈现的安全风险可以得到管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 呃，只允许部分参与的决定，也使英美关系一度陷入很紧张，因为美国是要求他的盟友，呃，坚决跟他一道封堵华为，但是英国居然冒着跟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还是允许华为参与这个英国五 g 那么显示已经非常给中共面子了。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在这一年来，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是一种。 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啊，也是越来越加速主义政策，跟所有的外部势力啊，只要中共有一点不满意啊，那么就不惜翻脸，完全的不再顾及外界的看法，只遵从中国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呢，跟所有的外部世界关系都迅速恶化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在国安法还是个草案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很多的外国都提出了劝告，但是呢，中国仍然一意孤行，以非常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呢，就通过了这个法。所以在七月初，约翰逊也在中国已经落地国安法之后呢，做出谴责，并且暗示香港问题可能会影响华为在英国的五 G 建设。 他在七月二号说，就是国安法落地第二天，他说英国必须重新审慎思考如何处理与华为的五 G 建设协议。英政府不希望重要的基础受制于潜在敌对国家的供应商。那个时候，英国的对华关系定调已经开始产生转变，把中国定位于潜在的敌对国家。虽然英国完全弃用华为啊参与这个五 G 网络，它的牺牲还是很大的。英国《泰晤士报》认为。 哪怕不采购新的华为设备，将华为现有技术从英国移动网络中完全移除替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虽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耗资是非常巨大的。要用诺基亚或者爱立信的网络设备替代华为呢，需要耗时大概是五到七年；要完全并除华为，需要十年。啊，这个话呢是英国电讯的总裁菲利普·延森说的。 啊，他说，如果想尝试完全就五 G 完全不用华为，我们希望有七年时间啊，或者是五年。如果在全英国的电讯设备中完全没有华为，他认为在十年之内都不可能。而且，即便可能，也要给英国带来四十五亿到六十八亿英镑的损失，让英国的五 G 建设会延迟十八到二十四个月。就是说，其实对英国损失还是很大。就华为设备还是很便宜。 尽管如此，华为还是忍痛割华。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不言而喻了。几乎就是中共这一年来，特别是这半年来，啊，强行的将本来很不错的这个中英关系恶化到现在这个地步，也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英国不但是宣布不用华为，而且呢，在七月十三号，英国军方已经制定计划向远东，也就是西太平洋海域。 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美国、日本进行三国联合军演，这也是这个造价三十一亿英镑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这艘航母，也是比较新的一艘航母，它的一个首次远洋航行。这次军演过后呢，这个伊丽莎白号航母也将成为这个英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的一个核心。 这个航母呢有船员七百人，战斗机和直升机如果是满装的话将达到一千六百人。它可以搭载两个中队，也就是二十四架 F 三十五 B 闪电二啊隐形战斗机，可以垂直起降的那种。这个航母战斗群呢还包括两艘四五型驱逐舰，两艘二三型护卫舰，两艘游轮以及直升机。英国国防部已经计划将英国的一艘航母，也就是一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并且还将邀请拥有 F 三十五 B 战斗机的其他盟友，比如说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可见这个中英关系啊，在这两个月可以说迅速恶化，也恐怕来到了四十几年历史上的低点。然后美国这边，美国白宫近期呃这两天传出了要取消美国和中国的上市企业的审计机构在二零一三年签订的一个审计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呢，可以允许中概股，呃，不经美国审计机构的这个严格审计，就可以在美股上市，啊、呃。此前呢，川普政府就曾经说，呃，这份协议帮助中国企业规避了美国股票上市，就是在美国接受的一个正常的审查原则，也是非常严格的审查原则。 呃，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市不让就是中国的企业遵守美国的证券法规。他的理由是呢，中国法律禁止审计师的工作在外国进行。然后，二零一三年，美国这个奥巴马政府为了让中概股可以在美国上市，和北京呢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为中概股的审计豁免开放了绿灯。但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和瑞幸咖啡造假的关系呢。 啊，美国的能源部啊，环境部副部长叫凯斯·克拉奇说，由于中概股缺乏信息透明度，美方官员希望为尽快退出该协议奠定基础，就是不再允许呃中概股采用中国的这个审计制度，就是美国只要拿中国的报告看一下，就让他在美国上市，这个规定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要取消了。啊，他这个克拉奇呢，他在一个采访中说呢。 说美国这种行动会马上就会到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令美国股东继续承担风险，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让我们的金融市场的标准呢受到侵蚀。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叫威廉啊，他上周说呢，呃，没有希望履行防止中国会计欺诈、监督中企财报披露的职责。 而且，北京当局在过去十年从未配合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中概股的这个审查。以前呢，可以就这么说吧，就是美国出于对中概股的信任，或者出于需要发展中美关系，就让中国自己审。但是现在呢，发现不行，他们造假呢，一个是用中国的会计原则，你不容易看出来；第二，如果美国要去调查呢，中国也不配合。 这个你调查一个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中国政府部门的配合，你是没办法调查的。所以对，对对冲基金经理凯尔巴斯说呢，中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投资者保护领域的一个巨大的漏洞，为美国的为北京的系统性欺诈提供了框架。美国继续允许中国公司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数万亿美元，他们不遵守基本的美国证券和审计标准，这是不合理的。 而且根据原先的协议呢，美国审计部门可以向中国的相关机构索取会计文件，并赋予对中国监管机构的这个合法性，就是要看中国的那些会计师公司怎么审计的。但是呢，美国长期以来呢，呃，经常是向中国要这些审计文件，但是北京那边没有回音，或者就是拖着，要么就是不给。这个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也是。 呃，内部结构也非常复杂啊，也是审计不清的，很多的股权结构都不清不楚，有很多的白手套，有很多的代持。像阿里巴巴在美国就不愿意披露它的一个股东结构，所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认为呢，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呢早就应该采取果断行动，而不是说拖到现在。 那么促使美国证监会或者会计监督委员会最后下这个决心呢？是今年四月二号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呢，呃，自曝了二十二亿人民币的交易额造假，然后引发了美国政府到投资界到民间对中概股真实性的普遍质疑。最近呢，中国的股市好像掀起了一轮短暂的政策牛市，然后呢，很多的大佬呢就开始纷纷抛售了。一个原因也是外部的融资环境。 呃，比较恶化，所以呢，随着现在中共高层的这个加速主义啊，这个中美之间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加速脱钩。那么，关于中国经济呢，啊、呃，我最近一直在观察一些数据和现象，准备做一个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的一个比较大的节目。从各个方面看，包括最近很火的中国股市。 那么中国经济呢，确实到了一个拐点啊，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大的危机。好，那么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 PayPal 或微信打赏。左边是 PayPal 的转账邮箱和转账快速链接，PayPal 在中国可以注册。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如果不成功，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度势”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 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另外还有周周侃微信群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非常感谢您的支持。